我的硅谷银行宣布破产倒闭啊！这个王兴啊，曾经晒美团在硅谷银行的存款截图，存了多少钱呢？有人说这个是美国新的一轮雷曼，6192万美金，当然这是2011年的事儿了，说他们的钱呢，最好的方法是存在这个银行。这里有一个哥们儿谈了这个问题，他说：“人生一次经历。”12小时内，知名银行暴雷，挤兑到破产，活久见。当年做架构时，硅谷银行是中国创业公司境外资产存放的唯一选择。昨天在上海，和同事正吃着海南鸡饭，突然接到美国财务消息，要我把所有资金转出去。本想吃完饭再研究一下真假，又接到腾讯投资部消息，同上，于是鸡也不吃了，一顿操作猛如虎，完成资产转移。今天起床，硅谷银行光速破产，构架和硅谷银行都已成为历史了，一个时代结束了。这里大家晒出一个图。美团，王兴说有没有硅谷银行维权群？这个肯定是开玩笑了啊！即便那里有问题，他搞个维权群也没用啊。